像彩泥，嗯，的确很像，但是上面写的是不是橡皮泥啊？不知道怎么玩呢。既然是汉字人送来的礼物，我们问问小字典怎么玩吧。好。神奇字典快快出现！嗨，我来了。小字典，你看汉字朋友寄来的礼物，让我看看。啊，他们寄来的是创意泥。创意泥？嗯，创意泥是用纸浆做的，所以它非常安全，而且创意泥还可以随便调成你喜欢的颜色。做好的作品干燥后不会变形，可以保存很久呢。太神奇了，我们快点拆开玩吧。好软啊，我来试试。这是什么？香蕉啊。啊，这也能叫香蕉啊？点都不像。看我的。哎，这是土豆吗？胡说，我做的是面包。面包？你们做的东西一点都不像，我还是找几个做泥塑的高手来表演给你们看吧。好啊好啊。来得真快呀，大家来认识一下吧。这是我的朋友仔仔和彤彤。大家好。他们几个是捏、搓、揉、挤、压、捻。捏、搓、揉、挤、压、捻。哼，小字典说的泥塑高手就是你们吗？也没那么厉害，我们都是表示动作的字。那你们都会做什么呢？这样吧，我们做个自我介绍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泥娃娃真可爱，小手小脚小脑袋，做个娃娃并不难，按揉挤压搓和捻，捏一捏揉一揉，胖胖身体圆圆头，捻一捻搓一搓，捻出胳膊搓出腿，挤一挤压一压，挤出鼻子压出嘴，各种动作多练习，作品一定最美丽。哇，太可爱了。捏、搓、揉、挤、压、捻，你们可真棒。其实做泥娃娃真的很简单，除了泥娃娃，创意泥还能做出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可是我们做的都不像啊，你们教教我们吧。我们只能教你们基本的动作，要想做得像还要多观察才行哦。今天就教你们做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东西吧。好啊，我要做汽车。没问题。嗯，
那我们就做只烤鸡，我最喜欢吃烤鸡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了，太像了，仔仔、彤彤，你们学得真快呀！汉字朋友帮了很多的忙呢，你们也很棒的，只要多练习多观察，就一定会越做越好的。我们要回去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住做泥塑的方法呢？记住了，我说给你们听。泥娃娃真可爱，小手小脚小脑袋，做个娃娃并不难，按揉挤压搓和捻，捏一捏揉一揉，胖胖身体圆圆头，捻一捻搓一搓，捻出胳膊搓出腿，挤一挤压一压，挤出鼻子压出嘴，各种动作多练习，作品一定最美丽。一点不错，彤彤真是聪明啊。汉字城堡也有很多小汉字在学习做泥塑呢，仔仔、彤彤等你们学会了以后，就带着你们的作品来和其他汉字比一比吧。没问题。捏搓揉挤压捻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。一点也不辛苦，我们认识了新朋友，还玩得很开心呢。仔仔、彤彤，我们在汉字城堡等你们来哦。一言为定。一个都不能少。做什么呢？啊，吓死我了，彤彤。你在翻什么呀，仔仔？我在找筷子，筷子怎么都不见了？筷子被我扔掉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把筷子扔掉啊？它们一点都不好用，有刀叉，为什么还要用筷子呢？彤彤，去把筷子找回来。不找就不找。彤彤，哼。哦，因为彤彤把筷子都扔掉了，所以你生气了呀？是啊，彤彤太任性了。嗯，我有办法了。小四点，你有什么办法啊？彤彤，彤彤，有几个汉字朋友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是谁呀？你们是？你好，彤彤，我们是从汉字城堡来的朋友。欢迎欢迎，我们带来了午餐，大家一起吃好不好？哇，这餐盒里都是什么呀？等一下，彤彤，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你们都是谁呀？你猜一猜吧。嗯，我猜不到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唱一首谜语歌，谜底就是我们四个，你来猜猜好不好？好。什么两只在一起，饭桌上面不分离，什么可以咬和捞，边上光滑中间凹，什么薄薄很锋利，切割砍剁没问题，什么又扁又四方，一边有牙一边光。彤彤，你猜到了吗？让我想想。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吧。好啊好啊，小字典快说。他们也是餐具家族中的一员，是我们每天几乎都要用到的餐具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是谁呀？两只永远不分离，你是筷子的筷。答对了。那他们呢？你是勺子的勺，你是菜刀的刀，而你是叉子的叉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没错，就是我们。彤彤，你可以打开餐盒了，
吃哪个你随便选。太棒了太棒了。挂面、龙须面、冷面、猪姜面。咦，怎么都是面呀？难道彤彤不爱吃面吗？爱吃，我最爱吃面了。怎么样，吃得到吗？这回你再试试。怎么样，没有筷子能行吗？不行，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个来的呀。没错，筷子是我们的兄弟，你扔了它，我们怎么能不管呢？我们四个兄弟一个都不能少。我会把筷子找回来的，是我不好。这就对了嘛。那现在你打开餐盒的第二层看一看。什么？餐盒还有第二层啊？神马两只在一起，饭桌上面不分离。什么可以咬鹅捞，边上光滑中间凹。什么薄薄很锋利，切割砍剁没问题。什么又扁又四方，一边有牙一边光。哇，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吃得好饱啊，撑死了。我们带来的食物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哈哈哈，高兴了吧？高兴。还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？我知道了一个道理，许多东西都很有用，它的作用是别的东西没有办法替代的。仔仔，我早晨不该惹你生气。没关系，我早就不生气了。今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你们。快勺刀叉。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啊，彤彤。全息电子地图。快来，里边有汉字人在做游戏发奖品呢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张全息电子地图，想看哪按一下就能看到。真的吗？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哎，真好玩。你把地图弄坏了，别乱按，彤彤。哎呀，怎么不见了？请重新设置，输入密码。请重新设置，输入密码。都怪你，彤彤，你又没说不能碰。输入密码。哼，唉，现在只好请小字典帮忙了。神奇字典，快快出现！我来了，小字典。彤彤把全息电子地图弄坏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别吵别吵了，现在地图怎么样了？你看。请重新设置，输入密码。请重新设置，输入密码。密码呀，那得问问他们了。他们是谁呀？这种全息电子地图是五个汉字人刚刚发明的，只有他们知道密码。嗨，大家好啊。他们的名字叫省、市、区、县、镇。你们好。有个问题需要你们帮忙。没问题，请说吧。你们知道全息电子地图的密码吗？当然知道了。
赵季劳，香港澳门回家园。哦，修好了。太好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你们怎么会有全息电子地图呢？这是我参加地理知识竞赛得到的奖品。哦，那我考考你，我们刚才说的密码是什么呀？应该是我国每个省的名字。嗯，不错。那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省吗？34个。彤彤也知道啊？我前几天看到的。那你知道这34个省都叫什么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其实这段密码就是记住省份名称的口诀。真的吗？你看，两湖就是指湖南湖北，两广是广东广西，两河山是指河南河北、山东山西。原来如此。怎么样，好记多了吧？那五江就是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黑龙江和新疆。新疆的疆是谐音。哈哈，仔仔没猜到。二宁是辽宁和宁夏，对吗？彤彤厉害呀，被你说对了。我是省，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，其中23个是省，还有5个自治区和2个特别行政区，我就是区，别忘记4个直辖市哦。我代表市，别忘记我们哦。我们是县和镇。你们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我想记住这段口诀。好，我们可以一起说。两湖两广两河山，五江二宁青陕甘，云贵西四北上天，内重台海福吉安，34省要记牢，香港澳门回家。怎么样，记住了吗？嗯，记住了。以后彤彤要是再弄坏地图，我也不怕了，哈哈。小气鬼，我才不会弄坏了呢。有机会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好啊好啊。中国幅员辽阔，每个省都有不同的景色，自治区和特区想去哪儿玩就找我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各个市里的风土人情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别小看县，很多县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我可以带你们游览北方的小镇和南方的小镇。这是真的吗？要说话算话呀。当然，我们汉字从不撒谎。哇，我们要旅游喽！哈哈哈，仔仔彤彤太可爱了。有好吃的吗？太多太多了，就怕你们吃不完。我真是个小馋鬼。省、市、区、县、镇，不带仔仔的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。迷路的小燕。仔仔，别睡了，我们一起去找小字典玩吧。哎呀，今天是小字典的假日，他早就说好了要好好休息一天，咱们还是不要去烦他了。啊，那我们多无聊啊。要不我们玩捉迷藏吧。好啊好啊。3、2、1，好了。仔仔会藏在哪儿呢？哦，原来躲在这里呀！看你往哪儿跑，出来吧！
怎么了？我看到一个怪物，是一只大大的鸟。嗯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小燕。我要回家。那你的家在哪儿啊？一个温暖的地方。你不是有翅膀吗？可以飞回去啊。可是我忘记妈妈教我的谜底了。我现在只记得谜语，要是说不出谜底，我的翅膀就没有足够的力气带我飞到家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哈哈，你记得谜语就简单了，我可是猜谜语的高手，还没有能难倒我的谜语呢。真的吗？你们真的可以帮我回家吗？当然了，你说谜语，我来帮你解。过天晴太阳挂，谁在天上把桥架，一阵秋风一阵凉，谁让枫叶披红妆。日出东方放光明，谁在草丛闪闪亮，不是云来不是烟，谁让眼前灰一片。就这个谜语啊，太简单了，看我的。左边虫，右边弓，雨过天晴挂彩虹，一阵秋风一阵凉，霜打枫叶披红妆。冉冉红日东边出，颗颗晨露赛珍珠，上面雨下面雾，现在我的翅膀又有力气了，我可以飞回家了。等等，你刚才把我吓了一跳，还没有向我道歉呢。那我就送你一根羽毛向你道歉好吗？它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，只要把羽毛握在手里，然后闭上眼睛说出你的愿望就行了。真的吗？那太神奇了。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也送你一样礼物。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左边虫，右边弓，雨过天晴挂彩虹，一阵秋风一阵凉，霜打枫叶披红妆。好听，谢谢你们帮我破解谜语。现在我要走了，再见吧，朋友们。再见了。才造好的呀，别挖了。不，我要挖。彤彤，我们找小字典出来玩吧。不去不去，别烦我，仔仔。这么不听话的孩子真是讨厌。仔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说。喂，看清楚点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小？我是蚂蚁。蚂蚁？哦，你是汉字蚂蚁吧？嘿嘿，难怪你这么小呢。什么小小小的，你真是没礼貌。
你才没礼貌呢！你这只小蚂蚁。太好玩了！小蚂蚁长不高，气鼓鼓，真好笑。彤彤，你太没礼貌了！今天我非给你个教训不可！哎，我才不怕你呢，小不点儿！蜻蜓、蝴蝶、蜘蛛，打我一个马！蚂蚁，蚂蚁，灭！彤彤，彤彤！啊！仔仔！啊！我们虽然个子小，但是本领大。现在你也变小了，你会做什么呀？啊！我。我们走吧。别走，你们走了，彤彤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就不管了。你们先别走，我找小字典出来和你们说吧。神奇字典快快出现。哇，今天人可真多呀。小字典，彤彤他。彤彤，你又惹祸了吧？我挖了蚂蚁窝。还有呢？我还嘲笑蚂蚁是小不点儿。他们虽然是小不点儿，可是个个都很有本领啊。蚂蚁蚂蚁力气大，能把重物扛回家。蜻蜓蜻蜓捉蚊虫，透明翅膀大眼睛。蜘蛛蜘蛛吐丝忙，不纺线来专织网。蝴蝶本是幼虫变，飞舞起来花更艳。我们走吧。可是彤彤怎么办啊？应该给他一个教训，他才不会再惹祸了。走吧走吧。你知道你给我们添了多大的麻烦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你挖开了蚂蚁窝，所以蚂蚁们都得背着沉重的沙土重新把窝搭起来呢。对不起。你爱自己的家，蚂蚁也爱自己的家呀。我知道错了，蚂蚁。幸好没有下雨，要不然可就惨了。啊！下雨了！啊！怎么办呀？这样下去，刚修完的蚂蚁窝又被冲坏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！笨蛋，你们把彤彤变回去，不就没有问题了吗？蚂蚁变变变！家族的几个汉字开了一个家具店，小字典让我去帮忙。家具店一定很好玩，我也要去。仔仔，看，小字典在那里呢。嗯，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小字典，这就是你的朋友仔仔和彤彤吧？
欢迎欢迎啊。他们几个就是汉字桌、椅、床、柜。桌、椅、床、柜。啊，这里家具真漂亮啊。哎，光漂亮有什么用？都没有什么人来买。这次请你们来，就是想让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。小字典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这个咱们不应该傻等着别人上门，应该主动。怎么主动啊？我知道了，就是说卖东西的人要懂得推销自己的东西。怎么推销呢？第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。对了，咱们用吆喝，吆喝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是个好主意。嘿嘿，这个我最在行了，让我试试吧。桌子桌子真不错，椅子椅子快来坐，大床大床真舒服，柜子柜子很结实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我喊得都满头大汗了，怎么还不来人呢？哎呀，你吆喝的抓不住顾客心理，当然没人来了。那应该怎么吆喝呀？当然要把商品的特点和种类告诉大家，你瞧我的吧。餐桌、课桌、电脑桌，种类繁多真不错，长椅、躺椅、旋转椅，各种椅子样式齐，硬床、软床、气垫床，各种床来都舒适，书柜、衣柜、大橱柜，样式各异多种类。仔仔，这样会有效果吗？你先看看吧。我要买这张桌子。哈哈，有顾客了。你的生意来了，还傻站着干嘛呢？哦，对对对，餐桌、课桌、电脑桌，品种齐全，样式多。我要一个电脑桌。我要一个椅子。好，好。我要一个柜子，请这边来。请大家排好队，不要吵，不要着急。哈哈，多亏大家帮忙，忙了一天，家具都卖光了。假意思。今天真有成就感，不但卖光了那么多家具，还认识了桌、椅、床、柜几位新朋友。累死了，待会儿你们可要请我吃冰激凌哦。没问题。下雨天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，这么热呀！夏天到了吗？你这样走来走去会更热的。仔仔，你怎么不热呀？小字典说心静自然凉。什么凉啊？哎呀，太热了。啊，好漂亮的扇子呀。你拿着扇风吧，这样就不热了。仔仔，这把扇子上面的字怎么读啊？读扇，扇子的扇。哦，原来是扇子的扇呢。奇怪，今天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？仔仔，我们去湖边乘凉好不好？好啊。仔仔，你怎么磨磨蹭蹭的呀？快点快点，我们带上雨伞吧。不会下雨的，带着扇子就行了。仔仔，你看。怎么了？这些小鱼看起来傻傻的，真逗。太好玩了。
小字典也看看吧。嘿，猜猜彤彤，这次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我们没遇到问题，就是发现了好玩的事情。小字典，小字典，快来看看傻傻的小鱼。啊，快下雨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。哎呀，真的下雨了，我们没带雨伞。我最讨厌下雨了。啊，怎么拿我遮雨呢？我又不是雨伞，我也怕雨啊。你是扇子的扇。对呀，我是扇，不是雨伞的伞。我怎么忘记它了呢？雨真大呀，别急。伞要是再大点就好了。我们在那边玩，没想到下雨了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你们是你们都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打起花伞不怕雨，摇动折扇阵阵风，勤看手表不迟到，早上起床有闹钟，太阳落山把灯点，虚度时光是懒虫。我是仔仔。我是彤彤。我是伞。哇，你就不用介绍自己了，快打电话去吧。仔仔、彤彤，记住他们了吗？我终于知道他们都是谁了。我也记住了。对了，你们为什么会来湖边呢？我们偶尔也想出来玩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们三个可不能站在雨中。对呀、啊、我们很怕雨的。我也一样啊，是彤彤把我带出来的。我还想用你遮雨呢。哼以后我不会这样了。这还差不多，这样站着多没意思啊。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小鱼打着荷叶伞，青蛙扇着芭蕉扇，不看手表会迟到，不理闹钟睡懒觉，太阳下山光线暗，路灯辛勤把路照。雨停了，太好了，空气可真好啊，一点都不热了。走，我们继续玩去。走喽。